Thank you.
full year.可以打会，真的话，那个话。
哎，那记得提醒一下慧君哦。开门。早上。
三角，做完这三角称它巴拉莱卡，巴拉莱卡。听声音像五坠琴的声音。嗯，它一共只有三根弦。三根弦。对。三弦。鲁特不止的。就三根弦。它这个几根？有三根弦。就三根弦。鲁特琴。经理，那是什么？第一次去的。你问一下那个焦小姐哈，她的晚上的那个舞台要不要升升？就是要不要降？就是要不要动？所以晚上舞台都不动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OK， 谢谢。来，隔壁听。
弟弟开门了，我稍等一下。我准备。都会出来的，都会出来。都站起来了。对对，最后一手要不是都。不都站出来，他就不远了。第一手就出来了。对呀，都站出来了。台湾好会要安好。对。你接手吧，台湾怎么样？台湾观众多多益善。了解一下还有没有哈、啊？我先去了解。还有哈、啊、，OK。你讲会要吧？你看是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刚刚问是准备四手还是准备几手？
一个天字旗，现在变成哥哥。这次真的都去了，他如果再一次出来就完了。不会，打死不走，你看。这次肯定完。应该没有。结束了哈，好，准备就卸完幕吧。不会的，你要站在那边这个样子，你也不会。没有，他说那些师傅他们晒的就没了，对，他还会在，就是你的跟着走进去就没事，没有再次的再走进去，然后他就没事。那女的最后要说用中文说句再见，那就是真忘了，要不说再见就是再见。上次那个要阿婆要到他把那个首席抓进去了。真的OK， 就是这个。好，班请换过来。谢谢。你们不会？7/8，下班前联络。给你一支电话好了，你找的话。联系你的 Y U。
Поехали сразу в третьей части, пока он доехал. Он будет аккуратненько. Концертный оркестр «Баян», который носит им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певца-сказителя Баяна,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и главный дирижер оркестра, народный артист России, профессор Анатолий Полетаев.